那这个是Nano1的部分，那它摆设的位置的话就是在我们洗衣机的后方。那接下来的话是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年比较诉求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自动潮洗净的部分。好，那自动潮洗净的部分的话，刚刚应该有说明到，我们可能大家可以关一下，要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从我们的节水管进来的一个干净的水来做一个潮洗净的一个功用。 哦，那它的话，目前的话，我们的设计的方式的话，是会有两个高压的喷水口。哦，那连同就是它会类似我们那个连蓬头的一个原理。那在脱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高速的一个脱水的状况下，其实你在高压水柱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会达到一个洗清的，把我们的那个内桶跟外桶的壁之间把它洗干净的一个效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哦，后面这边会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高压喷水口，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所以它会有两个高压喷水口。那这条 LED 不是，这条LED不是，买的时候没有附那一条，自己买来装。 这个那个光华商，之前的光华商可能都没买得到。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结构上面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到这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机能的一个实际的检验。